看看这网会不会有鱼啊？这地方水不是特别深啊。 是有鱼的啊，有小鱼跳啊！嚯，我一跳，看到跑的这个小罗非啊，太小了，不要啊，这个把它放掉。这个网的话呢，在水里面也可以离网啊，也可以撒网。太小了就直接不要了啊。这个拿的这个是一指的网养，所以一些小鱼吧也能抓得到。 当然，有些鱼吧可以选择性的留啊，或者不留，是不是？这就理好了啊。 好多乌头还没，跑的这个小乌头鱼，啊，这种乌头是长不大的这种乌头啊，还有个小花鲢，还有小花鲢，这不是很大啊？其实这乌头吧可以吃了啊。专业导包清库存啊，维修出售25网，德国进口烟丝线，正发烧子扣3.2都4米，450，八斤，用过一次，一指钓好都4.2米，啊，全网13斤，460。 进口波菲特5指钓好都高度6米1，这一条哈，这个是700，4指5米5，这一条450，这一条，上大力马线，下进口胶丝线5指啊，450，2指钓好都5米，正发烧子扣，同坠的，没上桐油哈。 这个12斤550，全同坠的哈。这个2指钓好都4米9，全网看一下啊，全网12斤6两，450。这个是两4指钓好都3米7，7.2两啊，350，正发烧子扣，进口胶丝线的哈，人工打坠的。 这一条来看一下哈，2指钓好都4米9，全网10斤6两，400。啊，打理网线，4指钓好都4米5，上边胶丝中间用的是2号线，啊，2号线八边的，啊，八边线这个4米5的哈，这个全网8斤7两，400。这个啊，仅4指钓好都高度。 6米5，全网18斤，正反双子扣，上边4号，中间5号，下边6号，大绑坠，大深兜，70的大深兜哈，全网18斤，这一条。还有这一条，啊，一指半钓好都3米，啊，340，350，这一条是350，哎，精品网，2指钓好都3米，啊，300。 一半亲坠，一半同坠，啊，这一条哈，还有一条库存网，一指半钓好都4米5，纯新网哈，600，全网9斤，600哈，有喜欢的赶紧联系哈，电话号码打在公屏上，要哪一个自己截图，然后跟我说一下哈。